下面是可能是打开灯之前先把灯电源关掉，打开内部看到铅酸螺丝，先把这里的四颗蝴蝶螺母清理掉，清理掉胶，然后将螺母拧出来，拧完出来要将两个压片条取下，两个压片条取下，最后将这两根线螺母拧出，将两根螺母螺丝把它拧出来，线拿掉，拿掉之后这两根压条也拿出来，可以接用线提，把电池提出来，提出来之后再把新电池换回去，换回去的时候先把压条压好，最后再把电池线拧上去，拧电池线一定要注意红线对着红点正极，黑线对着黑点负极，可以了。